那一块蝎子上的肉，关键那是蝎子，对吗？六块了现在啊。给爸妈买了六盒羊蝎子，这可以。但是你记着啊，你要给老人买，你一定提醒他，他相对来讲他那汤是比较咸的。就如果说你只是把那汤放进去，然后肉进去，你就直接开锅，肯定咸。所以你跟老人说一下，先放一半汤，兑一半水，放蝎子，你尝尝咸淡。如果你要觉得淡，你就再加点汤，好吧？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，他一定会把汤做咸，因为汤做咸了可以加水，汤做淡了还得加盐。那你要一加盐，这味道就不对了，好吧？对吧？所以，我也建议，就是说，除非是东北人口重，或者是有人口重，不怕咸，那你就放。你要怕咸呢，你就放一半，或者三分之二，哎，加点水可以，因为你越煮它越咸，明白了吗？因为你水一升，就是你越煮嘛，汤越少嘛，是吧？它就越来越咸，所以呢，你别着急。啊，先淡点儿，啊，然后烧点菜，你呢淡没关系，你还可以蘸料，因为有你自己弄个麻酱料什么的，哎，蝎子也可以蘸料吃。聊聊国足是吧？嗯，聊什么呢？国足聊什么？羊蝎子可以分期吗？是吧？哦，你是不是先买两块是吧？先付首付20%是吧？因为今天辉子没在，如果辉子在呢，你能问出这个话来，我就送你一盒，我不要钱。但是我得确认你是认真的。你要是跟我这逗我，那我就去年买了个表。我就拉黑你。如果你是认真的，你说董哥，我就喜欢这一口，但我现在真没钱，我白送你。但是今天辉子不在，我也懒得去做这事儿，所以不好意思啊。西安不知道能不能发货，可能够呛。我觉得明晚的一个女足啊，没什么可看的，因为对手太弱了，没什么意思，而且6点多我正训练呢。冰杨梅没了是，行吧，羊蝎子没人买是吧？不是买完了是吧？没人买就算了吧，行。行了，我得睡觉了，好吧？那最后松子儿吧。松子儿呢是一种，松子儿呢老人呢，松子儿吃起来啊，比那个蝎子呀要不是，比这个叫什么？比这个榛子呢要软。好吧，买了蝎子过年一个人吃也行，你叫俩朋友呗，让他们给你带点菜，然后最后弄点面条，下俩鸡蛋，弄碗蝎子面。我的女车友越来越多了，
认识我有二十年了是吧？不算什么。我九四年、零四年、一四年，这就是二十年了。有大多数的北京人呢，是从95、96年认识我，尤其是96年，因为我做电视，国安绿茵传真，那时候国安也火，基本上北京的喜欢球的都知道我。后来呢，有一波年轻的孩子，90后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他可能比方九二年才生，92年生，或者是93年生人，那你想想，那我最火的时候他3岁吃奶呢。那时候球市是火，那个时候满大街都是穿国安队队服的小孩，夏天真的国安新干线，国安呢是50万呢把这个版权卖给了一个浙江人，这个浙江人当年赚了400万，就卖这衣服，他给了国安50万，国安觉得这50万可以，但是没想到那个时候太厉害了啊！新航线，对，国安新航线，日本新干线啊。王文我认识，王文张什么张东，现在也都老了。当年1995年，最后一场对广东宏远。冬天12月，差不多2号吧，还是3号，最后一个主场，仙踪坛，因为票不多，一万来人，不到2万人。然后呢，北京球迷连夜排队买票，其实也跟冠军没什么，也无缘，就是最后一场。然后呢，就在那个仙踪坛旁边，不是那个王文那餐厅嘛，球迷餐厅。然后一堆人就在那儿晚上跳舞，点篝火，跳舞，等着第二天买票。现在这景没了，当年也是。但凡晚上有我直播，有这聊天，也没那么多人。不是，还是有那么多人。那个好了，今儿就聊到这儿了，感谢各位啊，给大家看一看现在一共卖了多少啊，12900啊，一共是102位朋友下单了，1/10吧，或者1/20吧，西人的比赛我不看了，4:30看不了了。我最多一会儿我要看小将今天训练的比赛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看4点的比赛也行，好吧，感谢各位，今儿就到这儿了，明天见。全部商品没有了，找第三号。这个27号，对日本是我解说，啊，27号。
27号对日本是我解说，到时候一块看，好吧？对，在那个小咪，在小咪。好，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你看我这，我真的要。